破坏和合山，这些个罪都很大的呀。在三宝当中班论是非，那就破和合山，大家都是学律的，我想这个大家都会知道的。啊，莫希望闻到这个这种教诲法能够啊立地成佛呀，那是消灭业障，这个我们不惜可能还做不到，千万莫要破坏三宝。我们不知不觉的犯了破坏三宝的罪，这是常见的。佛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现在我们讲这个十轮呢，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如果没有觉悟的，我佛的十轮看一看看一看。但是呢，这个是十轮经的最浅的，往后渐渐就深了。这先这先这佛说这个警告嘛，说现在娑婆世界上这一类的犯佛之十轮犯这个罪的人呢，普遍皆是，普遍皆是。我们自己要深刻的检查检查，要反动，不要因为我们很清净了，千万莫因为自己啊出家一说我十几年了，差不多都六七年以上了，感觉自己啊对佛法有了信仰了，你是没仔细检查呀。在你的内心深处有很多反动的根子，你还没忏悔掉呢，他们会发芽的，他会成长的。说的容易做起难。现实情况是如何，事实跟现事实跟希望完全是两回事儿，大家懂得这个道理吗？我们人人希望成佛，就这么的希望啊，但是我们事实呢，可重的六道轮回的事儿，说三大道我们很少，但是三善道呢，你还是在流转呢。我们要真实，只要真实呢，能做得到一分，尽量的做到一分，不要像讲环境贪大，大没用。不是成佛是不错，将来一定能成佛，但是这个时间长了，无量劫的轮回受苦难，你受得了吗？早点断了好，不要去轮，轮了是受不了的了。完了轮了还要造很多业，造业又环抱，环抱又造业，就那是等到达到华严那个境界啊，那不知道什么节了，什么年月了。今天讲到这里。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
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照这个禅波罗蜜里面说呀，三果圣者就能入这个定，入定的时候能够把受想的作用把它停掉啊，所以也叫做灭受想定。他这个功夫比前面的无想定要强得多，前面无想定啊只是把有想的作用把它压服住，不起现行。而这个灭定定它是能够把烦恼灭掉啊，把三界内的烦恼灭掉。而正在入灭定定的时候啊，它能够把第六意识的心所发通通停掉，而且能够把第七识、第七莫那识的作用也停掉一部分，只剩下一个维系的第七识，粗的也能停掉。所以这个灭尽定的功夫胜过无想定多多，而且灭尽定它能够把烦恼种子灭掉。但是还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呢，三果圣人入这个定，入定的时候叫做灭尽定啊，建立这么一个名称。但是它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身法。所以这个灭尽定或者是灭受想定这个名称呢，这是一种假名啊，所以叫做灭尽定，也是一个不相应行法。那么第七的无想报就是跟前面无想定连住的啊。前面讲了这个24种不相应当中啊，已经讲了7种啊。无想定与灭尽定啊，都是修行的功夫，这个要很不容易明白的。也就是要把它说清楚啊，也有很多困难啊，因为他这个境界是很高的，那必定要从这个禅波罗蜜里面所说的这个道理呀、一一加以研究才能明白。所以现在只是指这个无想定的名称、灭尽定的名称跟无想报的名称，都是指这个名称假名，不是指什么。因为单指假名啊，所以与心王心所不相应，又不是色法，所以叫做不相应行法。无想报的果报啊，是在无想天。外道修无想定，升到无想天啊，他升到无想天呢、有500大劫，这个世界成就坏空500次。500大劫他的心里不起想的作用，所以叫做无想定。刚刚升到无想天的时候有半劫啊，世界1大劫的半劫，半劫的时间呢慢慢慢慢的去向于完全无想。刚刚升到的时候有一点想，慢慢去向于无想。过了半劫，他的想的功用整个停掉，那停掉不是没有，而是把这个种子压服住，不起现行。这个不起现行的时间呢，
有499阶啊，因为已经过了半阶了，就是499阶半，第500阶的前半还在无想，后半呢开始有想了，后半的开始有想，又是从细到粗，慢慢慢慢，他这个想心所啊，这个种子慢慢起作用，升起现行。等到这个想心所完全升起现行的时候，就是500大阶满了。那么所以500大阶满了，这个无想定的500大阶的无想爆满，他又要堕落，他又要顺着他以前造的业，看该升到什么地方，他就顺着他的业力再去受生啊。所以无想定是没有要生死的，是在三界内的啊。他得到这个无想报只有499阶无想，实际上细说只有499阶无想，刚升半阶，将满的半阶都是有想。所以500大阶当中啊，只把想的种子压住，不起现行啊。可是他将来这个无想的时间过了，他又起来了啊，还是一样凡夫，还是要轮转。灭尽定不一样的，所以他没有说灭尽报啊。灭尽定他证到了第四国，就证到灭尽定的究竟，就不必再出定了啊。证到灭尽定的阿罗汉，他就完全在灭尽定的境界里面，但是他并不是像死水，他还是活动的，但是他在定中啊，永久是灭尽，因为他把三界内的烦恼已经断掉了啊，见惑80、80，思惑80已经断掉了，所以他这个证到灭尽定的究竟果的，就是第四国。到了第四国了呢，已经超出三界，没有轮回生死，所以灭尽定没有灭尽报。这个要分清楚啊！这前面的无想定是外道的，有生死的啊。这个灭尽定是佛法，是二圣人声闻缘觉所修的功夫啊。烦恼断了，出三界，所以没有报啊。接下去，第8、第9、第10，名声、具声、闻声，这是在文字方面建立的假名啊。所谓名声，一名为名，二名就叫做名声，三名以上就叫做多名声啊。这里的声呢，你不要误会，以为指这个身体啊，不是指我们这个人生的身体。这个声是即去一，去极的意思，去极啊。名字去极有2个以上就叫做名声，3个以上就叫做多名声呐啊。我们举个例子说，例如我们平常在点香烧的香，只说一个香，那是名。假如说香炉，2个名字合并起来，香跟炉，香炉合并起来，那就叫做名声了。因为2个东西集聚起来，2个名词集聚起来，就叫做名声啊。单说香名而已，香炉啊，那就叫做名声了，因为它有2个名字啊，合并起来了。句声，句是句子，文字的句子，一句两句啊，一句只叫做句，两句以上就叫做句声。举例说，我们佛法里经常说诸行无常，只说诸行2个字也成句，可是它的道理没有表达出来，要加无常2个字。而诸行无常啊，诸行一句跟无常合并起来，就成为句声了，就成为一句话，集聚起来成为一句话，所以叫做句声啊。诸行无常就等于句声啊。再简单，只2个字也会成为句声啊。例如说，鸟
鸟也是一个动物吗？一个名词吗？所以这就也可以作为一句，那但是它不能成为句身，再加一个字，飞，鸟在飞，鸟在飞的时候，鸟飞就成为一句的句身了，所以文字上有名声，有句身，这个名声句身的这个成就啊，要靠文字，第三文声，这个文声呢，就是文字的字，文字的字啊，多字积聚起来就成为文声。例如说，一字为文呐、两个字就叫做文声了，在这个意思是表示它能够彰显文字，把这个意义表达出来，那就叫做文声，例如说，我们要写文章啊。写一篇文章，一篇文章有多少字啊？那里面的道理它都能够彰显出来，那就是成就的文声。名声、句声、文声，这是在文字上详细分别，声音跟心里所想的法都有这些道理啊。那么这就是八九十啊，这个不相应心说八九十这三种啊。都是在文字方面呢，分立这个三种名称都是假名，他与心不相应，与心王心所不相应，也不是色方，或者你会说那写的文字不是色方吗？因为现在是指的这个假名，不是指那个文字当体，只指假名，所以叫做名声、句声、文声都是属于这个不相应行方。接下去，身、住、老、无常，这第十一到第十四，这四种啊，实际上是说明人的一生，人的一生的时间，生，十月怀胎生下来，不就生吗？以此为例，其他一切法的生，凡是一个法生起来。先前没有，现在有了，那就叫做生，种下去的种子萌芽了，开叶了，那也叫做生，住，这个东西生长之后，让它住一段时间，有暂停一段时间的住，例如我们人，十月怀胎满了，出世了，生在人间。住世多久？假如你活到100岁，那么住100年；活120岁，像赵州就住了120年，看你住世多久就住多久，这个叫做住。住也是假名，生也是假名，就表达出这个东西生下来而已。它这个生与住的呢，都以心发。心王心所都不相应，而不是指这个生的住的当体，所以又不是生法，只是指这个假名。所以生与住，例如我们人生下来以后住一段时间，老，人会老的，不是观音菩萨年年十八，观世音菩萨当然他年年十八了。你看我们大殿上的观世音菩萨像，已经30几年了，他还是那么年轻，他一点也不会老，为什么？他是年年十八的，我们不行了，我中年时候30几岁到南部了，现在我是个老头子，那么这个老的时间到了，可以说无常就尽了，无常就尽了，就在隔壁，他随时随地要叫你走就得走，所以这个老说明世间无常，住了以后慢慢在哪里变化，这里叫做老，就是这个生住异灭的异在哪里变化。无常，说无常比较文雅了，实际上就是灭掉，有，忽然之间没有了，例如人死掉了。那就叫做无常，所以诸行无常，世间一切法，
凡是流动性的、有生有灭的，通通都是无常。嗯，有生必定有灭，有成必定有坏，从古以来不曾有不坏的东西，不曾有不死的人啊、所以有无常啊、有了会凡成于无，所以叫做无常。生住老无常可以越人的生命讲，可以越万物的生住异灭讲，可以越世界的成住坏住坏空讲。第十五的流转啊，流转呢说简单点就是指这个因果相续，因果相续在哪里？转变不停，流是动，转变不停啊，因会成果，果中又在生因。举例说我们种水果啊，水果的种子种下去了，因哎它会生长起来开花结果，那么这个水果又成果了，那么这个水果的种子再种又是因了，嗯，那么因种下去将来又成果了，所以它啊因因果果这样的流转不息，那就叫做流转，因因果果流转不息就叫做流转。由此可以想到，可以明白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因因果果流转不停的。现在我们是个人，顶天立地的人，这个人从哪里来？从你过去生造人的业啊，过去生造人的业成熟了，今生来做人啊。那么这个人是现在的结果，过去造的人的业是因，现在的人生是现在的结果。可是现在你这个人生又在造因呢，从出世以后到最后眼睛闭起来啊，呼吸停止了，这段时间几十年的时间，上百年的时间，您又在造因，造的很多很多的因，强者先天，这一生所造的因最强的，他就拖住你走，跟住他走啊。假如你这一生修持最好啊，这个修持的无漏的功德拖住你，使你解脱啊，那就最好了。假如你今生在做人，众人的因，今生人的果报满了，将来再转身做人，那又是啊，从因治果，所以因因果果相续不断，那就叫做流转。其次，定义，定是一定，决定，意是不同啊，因跟果绝对不同啊，因在因的时候就叫做因。啊，虽然是果，可是那个时候叫做因。例如，种田的，啊，他谷子收起来要做种的，叫做谷种，谷种，这是种子。那么这个种子不叫做果了，为什么？因为它是要做因的，它就因啊。既然是因，它要留住将来做因，那么这个因种啊投下去，将来它又会结果。所以这个因不是未来的果。啊，我们现在投下去的因种下去，将来它开花结果，开花结果的果啊，虽然跟这个因相同，但是不是因的原来的那个种子了，因为那个种子种下去就已经消失了，所以因跟果是完全一定不同的，因跟果一定完全不同的啊。拿我们人来讲，现在在修行，假如你在念佛是因，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果，那么果跟现在因不一样，为什么？现在是凡夫，果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那是圣人啊。那么无论你在哪一方面，它的因果一定是不同的，因果个别，所以叫做定义。其次，相应，什么东西相应呢？因跟果相应，每一法因跟果相应，如是因如是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绝对相应。有人把瓜种下去结果是豆子吗？不会有这个事情。
这是反常的。如果有的话，那不是实在的。真正该有的就是这个如是因种下去，跟果地相应，果也是这个东西。你种豆子，结果也是豆子，因果相应啊。那么你做什么因，结什么果，种善因得好报，好报；种恶因得苦报，这是一定的。这个叫做相应，因果相应啊。其次叫做世俗，世是势力，俗是快啊。有为法，凡是有为法都有它的势力，而转变都很快。有为法都有它的势力，它转变都是非常快。那么这就包含九十四法啊，每一法它都在转变，而且转变得很快啊，没有一法不在转变的，时时在转变啊。所以它乘着这个有为的无常的势力，在哪里啊，很快的就转变过来，时时在转变。因为它时时在转变，好像啊这个水在奔流一样，它的势力很紧缩的就往前推进，所以叫做世俗啊。其次啊叫做次第，一切法都有它的次第的，按照顺序来，任何事都有次第啊。凡是世间法在四相上通通有它编列的次第啊。例如说啊，这个时间呢、啊、都各个有它的次第，方向各个有它的次第，做事各个有它的次第，这个次第都是一种假名。事事都有次第，不能颠倒混乱，那就叫做次第。春夏秋冬啊，一年到晚，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四季就这样子转过不停啊，这是有次第的。不可能把夏变成冬，不可能把秋变成春，它一定是春之后是夏，夏之后是秋，秋之后是冬，冬之后又春，就这样子轮转不息。但是必定有次第，不会有所错误啊。这个是次第。其次是时啊，时是时间，时间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从古以来啊，这个时间都在流动不息啊，时间一直流动下来啊。有句话说，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天上的月亮，古人已经过去的人啊，已经过去的人，那些古人，像三国时代的古人，两汉时代的古人，唐宋时代的古人，他们都没有看到今天的月亮，我们天上今天的月亮，古人不见今时月，他没有看到。哎，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也给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照过他，今月曾经照古人啊。不管你是孔明也好，张良也好，他们都被他照过的啊。今月曾经照古人，这是时间啊，时间流动转动过不息啊，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在继续转动不息，这是时。这个时间不与心相应，不与心王相应，不与心所相应，也不是身法，所以属于这个不相应行法。其次第二十一个是方，方是空间，空间方向，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四维有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方下方就是所谓十方啊。方有方向啊，任何地方都有方向啊，必定要讲究方向。看瑜伽看地理的，他最讲究方向啊，他这个山头他都要注意到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方是一定的
啊，有这个空间的方向，这也不与星王星所相应，也不是什么，因为指这个方向的假名啊。第二十二数，数目字，世间的数目字，一十百千万万万亿兆这些数目字啊都是假名，这些数目字不与星王星所相应，也不是十方，所以它只是一个假名的数目字而已。但是这个数目字会说话的，我们天天看报纸上的数目字在说话所以数也是个假名，属于不相应星方。第二十三个和合啊，众缘聚会就和合，例如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经，众缘聚会，大家有这个时间，星期天大家发心来这里听经啊，那么这就是和合啊。缘尽则散啊，我们讲经有一定的时间啊，这一节课讲完了，下课了，下课个人回家去啊，就是不和合，不和合就是显示缘尽则散啊，缘尽则散，缘成则啊则去啊，缘成则去合，和合，缘尽则分散，不和合啊。世间是不是和合就是不和合，这两种处处都有这种的景象。这个东西和合不和合也是个假名啊，这个假名啊不与这个星光星所相应，也不是色法，所以它叫做不相应性法。到这里为止，二十四个不相应的名称简单说完啊，因为我不能说得太多啊，在时间上今只讲到第二卷，但是这些名字在这里不能不说啊，不说没有机会做介绍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把这个行运的名相所包含的二十四种不相应跟前面的新说法通通说过了，下次就讲行运的经文，下次就要看经文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
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二卷，五印呢、啊，现在讲第四行印，行印本妙。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呢、啊，把它读一遍，啊，阿难，毗卢抱流，波浪相续。前记后记不相异于行印当之亦复柔丝。阿难，柔是流性啊，不应空生，不应随游，亦非水性，非离空水。柔是阿难，若因空生，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具受轮因，若因随游，则是抱流信念回随。由所有相，今应现在。若即水心，则澄清时应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是故当知，行印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经文里面呢、啊，阿难毗卢抱流的这个抱字跟中间的这次抱流信念回随的这个抱字，这一篇文里面两个抱字啊，按照原来的经文是没有三点水，藏经里面没有三点水，而一般著书啊十分之九都是没有三点水。而现在我们用的这个经文呢、啊，是根据唐老师唐一玄长者他所编的楞严经字课，那么他字课里面的经文呢、啊，字体好，一方面我采取他的标点，现代标点呢、啊，在这个经文的标点觉得唐老的比较切合实际，那么因此用唐老的经文，按照他的字课里面呢、啊，单把经文引进下来，剪贴，啊，成为现在的本子。而唐老的本子啊，这个报字都有三点水，不但是经文有三点水，连他的注解里面都有三点水，啊。都是三点水的报，哎，那么其他的著书里面我也曾看过啊，有三点水的报纸的，不过很少，大概有一两部注解呀、啊，我看到有三点水的报，啊，那么究竟有才对呢，还是不必这三点水？按照这个行音译的这个字典呢，它对于这个字音念的方式是最清楚的，对于这个三点水的报字，它的读音呢也是两种，第一音念的是瀑，瀑布的瀑，注着瀑字，但是它有第二音，瀑布说明完了之后，后边又第二念报，念报跟这个报流的报没有三点水的报相同啊。那么这是有三点水的报之啊，第一音是瀑，第二音是报，那么没有三点水的报之
在行音义里面呢也有两音，第一音是报，粗暴的报等啊，暴流的暴，第二音也念作瀑。那么这样看起来啊，这个有三点水跟没有三点水看起来是相通的，可以通用的，所以这个本质上有三点水的报我们一样念报，不要念瀑，不要念那个瀑布的瀑啊，一样念报啊，不管它有没有三点水就是报字啊。那么这个我们不敢说它是错，因为字典里面既然有这两音，而且两音彼此互通的话，那应当是可以通用吧。但是如果普通一般的经文呢，是没有三点水的，这一点要弄清楚啊。你看到那个没有三点水的并不是错，这里有三点水也不是错啊，就是把它看作互用好了，两个字可以互相用啊。那么这是关于字的问题。然后啊，我们就顺着文字来做研究解释啊。佛对阿难说明这个行运，就是行五蕴皆空的运，科判叫做行运本妙，因为这是前相显性呢，显示行运的本体，也是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说到最后都说非因缘非自然，既然非因缘非自然，就是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科判叫做本妙啊，就是说明行运当体，把相摆开看它的体性，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因此叫做行运本妙。佛对阿难说，比如暴流波浪相续，前继后继不相逾越，行运当知亦复如是。这是拿流水的暴流啊来比行运，并不是说行运是流水啊，这直接暴流借流水来比方行运啊。这个行就是造作啊，行动啊，行就是造作啊。这里用流水来比喻诸行，行运它的范围很大呀，心所法施是九个，不相应行法24个啊，乃至所有的有为法是可以通通包含在内的。因此啊，文句里面解释说，明其念念天灭，后不至前，如波逐逐波，了不相及，所以叫做行。行的天流的意思，犹如流水了啊，好像波浪啊，念念千变幻灭啊，后浪推前浪啊，一波追逐一波，而波波不相及啊。那么行运的情况，天流的情形也是如水波一样啊。凡是造作的，造作出有为的名相的，凡是有为的形象，它自然而然必定是牵流的，像流水在哪里动个不停，生生灭灭不停的。总和来说，白法当中除掉六个无为法，剩下的属有为法94个，无论是假法
十方、十方、心方，通通叫做行，通通都是行音啊，因为它都是在变动的，凡是有为法都在变动不停的。这是曰总相说。曰别相分辨吗？就是分成五蕴的这个不同的情况。色法是一，收归色蕴，受心所是受蕴，想心所是想因啊，八识心王是识蕴。那么色、受、想、识，剩下的所有的49个心所法，24个不相应，这通通属于行印。行印当中这些心所法以思心所为首领，由思心所啊做领头啊，带领这些一切心所法都在哪里千变不停啊。所以所有的古德的注解对于行印都是这样说，他说行于千流，造作为一啊，刹那无常，念念在前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像火轮旋转没有停息啊。那么这个情况就像流水，普通平常的流动的水呀、啊，还不足以比方行印，要用暴流来比。暴流啊，是指那个水流得很急，流得很急，流得很紧，后浪推着前浪一直在走，没有停止。所以呀、啊，要叫做暴流来比方，单用流水比方不够，因为流水如果太平淡的地方，有的时候看到好像没有流嘞啊。不过水一定是流的，不可能不流。暴流它必定是流得很快，而这个诸行无常的情形也是如此，流得很快。因此《成唯识论》里面说，这个行运啊，行运好像流水而像暴流，因为它不是断也不是长，因为它念念相续，从始长时不断啊，因为它不停止没有断，而它不是长住，念念千遍，所以不是长啊，在长时里面流动不停啊。那么它这个波浪在流动的时候啊，前后互不相及。永明禅师的《中经录》里面呢、啊，他对这个波的流浪情况说得很细，有四个说法。他说第一个，前流不自流，由后流排过流，这前流无自性，故不知后，这是第一种。前面的波浪的流水不是他自己会流的，不是他自己会流，既然不是他自己会流，他为什么会流呢？后流排过，后边的浪排住他流，因为你后边的水一直追住他流，他不能不流啊，前浪他就不能不流啊，因此前浪跟着就流了啊，他继续在流，前浪被后浪追住流，可是他不能到后浪，他也不知道后浪，彼此互不相知，前浪不知后浪啊，而他们都没有实在体性，都是属于谁在流，所以前浪也不知后不知道后浪，他在流，后浪推他，他不知道后浪推他而流啊，
所以他互不相知，这是第一。众生的行运也亦复如是啊，一直在流通不停，一直在流通不停啊，可是自己不知道啊。我举个例子说，头发，像我们出家人呢、啊、经常都要剃头发啊，刚刚剃掉了，摸起来光光的啊，好像电灯泡，可是等到明天起来了，哎，有一点了啊。什么时候长起来你知道吗？莫赞呀，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长起来，过了两天呢，又越来越长了，嗯，那么这个你自己身上的头发在长，不知道，手指甲在长，也不知道，这个跟前浪被后浪推着在走，根本前浪不知后浪情况是相同的。第二个，后流虽排前流，而不到于前流，也是一样的，互不相知。后边的浪，后边的浪在流，推着前面的浪在流，啊，后浪推着前浪在流，啊，那么前浪被他推而流，他自己在推前浪跟着流，那么因此他推着前浪流啊，他也不知道他在推前浪，他也不知道他在流的情况，还是一样互不相知，因为他没有自信。哎，我们众生还不是后浪推前浪啊，我们一天一天前一般的慢慢老了，后浪就往前推了啊，后边的小孩子一直长大了啊，世间上哎，这个青年的赶住后边的，老的看到年轻的后生可畏，可是过了几十年他也看到年轻的，他也要说后生可畏啊，因此后浪推着前浪走啊，他正在走的时候也是互不相识，而众生被后浪在推也是互不相识啊，莫名其妙的就是这样一年一年过去啊，到了老了莫名其妙的就是跑到棺材里面去，或者是土葬，或者是火葬，最后没了啊，那就是灭啊。这个世间的流浪情况的无常情形跟后浪推着前浪走啊，这个互不相知，这个情况也是相同，这是第二。第三呢、啊、他说后浪的流啊，也不是他自己要流的，因为前浪因住他，他不能不流啊。哎，前面的浪一直在流，这个前面浪流的时候拖住后边浪流，后边的浪被他拖住走。哎，前面是说后浪推前浪，现在是说前浪拖后浪啊，前面的浪拖住后边的浪一直在走，哎，那么虽然是他前浪拖后浪走，他彼此都没有自信，他也不知道他在拖住后浪走，前浪不知道他拖后浪，后浪也不知道他在被前浪拖住走，哎，我们这个世间法一样的，生生灭灭，前念生，后念灭。啊，后念灭掉了，马上又生一念，跟住又来，生生灭灭不停的，心念如此不停，万物也是这样啊，生住一灭，生住一灭啊，没有停，前面的生就拖住后边的住，一直往前啊往前走，啊，那么他也不知道前面的拖住后边走，啊，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这样的轮转不息，啊，如前浪拖后浪走的情况一样。啊，第四，他说前流虽然因着后流走，前流因后流，后流不知道被前流因，啊，那么既然这样互不相知，前流没有灭拖住他走，
后流没有灭，跟着走，那么他自己觉得好像并没有生灭，实际上那个流水在哪里？念念生灭，很微细的念念生灭，而自己不知道。我们世间无论医报正报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念念生灭啊，连住啊，这个流转不息，都不知道。我们无量劫来轮回生死，一直流到现在，这都是行进拖住往前走啊，经过千万亿生死无量无边，我们都不知道生死多少次啊，轮转多少次，没有办法知道。那波浪来比方行进流动情况就是如此，所以经文说行运当知亦复如此，行运的情况你应当要知道，就是这个样子，跟这个情况相同。儒家孔夫子啊，他这个论语里面子罕编里面有一句话说，有一天孔子啊在川上，川有水流啊小溪啊，看着这个水一直在流，一直在流啊！孔子说了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很慨叹的言辞，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你看看嘛，那个水逝就是去。水跟着那个河川一直往下流，逝者去的，就是这个样子吗？如是乎，他一天到晚就这样流个不行，就是这样流的吗？而且啊，我们晚上要休息，这个流水没有休息，流水不舍昼夜，白天这样流个不行，晚上照样流。你看看流水，它有停住休息吗？流水晚上它睡觉吗？没有的，它还是继续在那流，一样的流个不停。哎，你想想孔子说这个话用意何在呀？所有儒家的夫子们的解释，他只是认为啊、哦、世间呐、啊、这个流水就这样子哦，啊，孔夫子看到这个情况啊就说了这个话，那么他的用意何在啊？不得而知啊。看宋朝的朱夫子朱熹的解释，他说孔子看到这种情形呢、啊、他内心有过感慨，感慨什么啊？他说天地之化，住则过，来则息，啊，无一息之停啊，啊，他说世间法，天地之间就是这样子了，他的天地的这个造化，啊，这个变化情况就是这样，亡则过，亡去，已经过去了，就是已经过去了，昨天就是昨天。没有办法把它挽回变成今天，啊，来者续，后边来的连续，一直跟住来。昨天过去了，今天来，等到明天了，今天过去了，他明天又来。前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个小时来。这个小时过去了，后边一个小时跟住来。前一分钟过去了，后一分钟跟住来。前一秒过去了。